Venice 吴建豪在刚刚过去的七夕情人节大方宣布将会同新加坡富家千金 Arisa 拉埋天窗。听到这个喜讯，身为 Venice F4 队友的仔仔周渝民当然好替好兄弟开心啦。他做这样的决定我真的是非常开心，我们身边的人都期待很久，是我们四个不知道谁可以先做出这样的决定，所以非常恭喜他。有打电话或传简讯跟他碰面？有，其实私底下我们会比较常用简讯的方式来沟通，然后我有特别传简讯跟他说恭喜。是会有机会就是合体然后去当他的伴奏？我先看 Vanessa 有没有邀请我们，因为他给我一个这么大的惊喜，我现在还反应不过来。也是会忽然冲动的。其实我不觉得他冲动，我觉得我们的年龄其实都是一个适婚的年龄，甚至以男生来讲都是一个很黄金的一个时期，所以他做这样的事情，其实我会觉得他绝对是规划很久的事。虽然仔仔未知会不会做伴郎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会参加婚宴，他还说会带埋另一半到贺添。仔仔咁讲似乎系物应非文女友喻红渊嘅地位，但对于日前传出佢同喻红渊同居，佢就始终避而不答。咁记者唯有转移话题，问仔仔会唔会被 Venice 影响，心郁郁想快啲做老陈啊？不会，因为我喜欢过着我自己的生活，我有自己的规划，那时间到的时候，自然会去决定做我想做的事情。那什么计划？大概什么时候会是你的？没有啊，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心态的东西是最重要的，那心态正确的时候我们再做这样决定，我觉得这是比较成熟的行为，像本来是这样。对，其实这天仔仔是跟陈妍希一起出席活动，见到妍希就一定要问下她，最近九把都开拍新戏，找来柯震东和林依晨担任男女主角，继而有指她是九把都心目中的女神地位被依晨取代。不过对于这些新闻，妍希就表示不多在意了。我觉得跟把刀不管说之后会不会继续在戏剧上有合作下去，当然也会希望，因为真的是很欣赏他不管是编剧还是导演的能力。那可是我觉得不管有没有工作上面的就是合作，我们还是会一直是很好的朋友。因为柯震东有继续在演他的戏，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失宠？有点失宠啊，完全不会，我觉得九把刀还是最爱我。妍希面对工作以及言论压力时可以咁轻松对待，原来是当他觉得身心好疲累的时候都自有一套减压方法的。就是我觉得去海边走走是非常好的，因为就是真的是一个下午有空，然后其实在台北坐车也很方便，一两个小时，然后去看看海发发呆，回来以后都会觉得其实是更人更放松，然后更有活力。